最近天气太热了，我们找个南瓜回去做点南瓜绿豆汤。哦，这有个大的，好大一个，走回去了。我们先把南瓜皮削了哈，再把它洗一下，再把它分成两段哈，好切一点。嘿，好，把皮给它削了。你们看这南瓜还多红，应该很甜哟、哦。这南瓜，在小时候的夏天，我记得家家户户都会做一碗南瓜绿豆汤来喝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那个分成两半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那个瓤瓤舀出来。好，好干净，你看弄完了，把这个弄熟了。好，我们把绿豆倒下去洗一下。再放点盐，哎，这有个石头啊。再把盐倒进去。好，我们把水倒进去，把绿豆搓一下。这个绿豆看到多干净，搓出来多脏哎，要多搓两道才得行哦。我们再加入清水，给它多冲洗几道哈，直到把那个水冲清凉为止。再把水给它倒了。下锅就让它多煮一下，因为绿豆要煮很久，就要先下锅哈。把绿豆下锅，好，现在我们把南瓜切了，好，现在绿豆煮得差不多了哈，我们就把南瓜放下去煮起，再把它和两下就是了，到时候就等它煮趴就可以了。我煮了这么大锅，欢迎来我家吃南瓜绿豆汤哦。现在我们把冰糖放下去，搅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南瓜绿豆汤大功告成了，我们明天早上菜市场见。然后我们把端到屋头去冷藏一晚上，明天味道更好哦。来，我们把它端到摊位上去，想喝的朋友过来哟，请你们喝哟。买番茄啊？是本地的。我也要一个，我把它搞出来。南瓜绿豆汤。你这方子。哎。好喝。哈哈哈哈哈。哎。好，谢谢。不谢不谢不谢。我吃饭，那你那我都不够。这个好多吧？这好重吗？老张啊。啊？这好重。这个有，五斤。啊，五斤就算噻。哎。不卖的，我免费的，哎，不收钱。味道还多好。味道还多好呀！我不吃，不，我不吃。今天南瓜绿豆汤就成功送完了哈，菜也卖完了，然后已经在下雨了，走，我们就快点回去了。